大家好，我现在青海门源。今天7月7号啊，7月份啊是门源的油菜花盛开的季节。看周围，60万亩的油菜花呀，像金色的地毯铺满大地。前面啊有个专门看油菜花的景点，叫那还可以坐马车呢，叫百里油菜花景区。问一下坐马车多少钱呢？这多少钱坐一次？20吗？啊，一个人20。好的好的，坐到哪个地方呢？哦，在这转一圈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了。转一圈20块钱。有辆马车刚回来。这样啊，我先去景区里转一圈再坐马车。还有骆驼呢，这个好像是在这照相的吧。照相的、多少钱照一次？你问了没有？10块嘛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。这是照相的。现在正好是盛花期啊，人特别多，前面停车场。这是景区的大门，百里油菜花景区，里面是个观景台，圆山观景台。售票处，观花堂门票60，观光车往返15。这里是国家四级景区啊，门票是明信片。那边有块碑，好多人在这拍照。全球最美花海，青海门源。检票进景区，检票进来了，本地的好像免费。刚才我看到有个人了，出示了一下身份证。木质的楼梯，油菜花呀，分布比较广泛的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我以前去过江西婺源。今年呢还去过云南罗平，但是每个地方的油菜花不太一样，各有特点。罗平的油菜花中间呢有山的，像桂林山水那种山，孤峰突起，两边有字儿，浪漫哈海，爱在门源。这里的油菜花特点是什么呢？面积大，绵延上100公里啊。用2个字形容，震撼。这视角无敌了。还有的发绿呢。你想问一下那绿色的是什么？那个青稞。青稞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青稞和油菜花间隔着的停车场，远处啊是青狮嘴镇，昨天晚上啊我就住在那个镇上。这是条岔路啊，就沿着这条路走了，回主路继续登山。山顶啊在那呢，还有个摩天轮。哦，景区里的路是单向的呀，到山顶之后从那边绕回去了。我说怎么没看到往回走的？弥漫着油菜花的味道。昨天呢，我说闻到油菜花香了吗？不太准确，油菜花这个味道啊，不是特别香啊。刚才的人啊在喷防晒霜呢，这里比较晒的，一定要注意防晒呀，涂防晒霜或者打伞，或者像我这样戴个帽子。山顶这一块就没有油菜花了呀，他们头上戴的花环呢？上次去罗平啊我也买了一个。
结果被蜜蜂蛰了，疼了一星期。渴了，买点喝的。那个是什么水？就买这个吧，7块钱，苏打水。看这瓶子设计的，盖这里也挺特色的。带点甜味儿，7、8月份的青海呀，特别的美。现在7月嘛，这个月青海最美的地方啊，就是门源了。远处还能看到雪山呢。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雪山，西北大环线。这里属于西北大环线上的一个景点呢，海拔呀3200。哦，这就到顶上了。最顶上是个玻璃观景台啊。上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还有这小丽呢。摩天轮就在这儿了。从下面坐，不过今天没开呢。Thank you.
你要坐一次是二十吗？一个人二十。一个人二十吗？行，可以。坐哪个车呢？这个人。我就一个人呢。一个人二十不走。不走吗？那等一下，其他人可以吗？其他人等到个可以。等到吗？哦，行，那就稍微等一下吧。你一个人的话是再加一点就走。啊，没等一下吧，没事，等一下。四十就走吗？包车呀。包车。40块钱包车，呵呵，上车。走了。每辆车都挺漂亮的，呵呵。哦，小女孩和她爷爷坐前面的。这是你们家的马吗？哦，他们自己家的嘛。坐着马车慢慢的上油菜花。这里的油菜花开到什么时候？开20天就开20天呢。哦，那这个月底就没了吗？已经开了十天了。哦，远处的那个山是什么山呢？那个雪山，那个嘎什克雪山，嘎什，嘎什克，哦，刚是嘎，刚是嘎，找个祁连山，那是祁连山吗？真祁连山，这都是祁连山，哎、哦，祁连山，我刚才爬的山。回来了。脚踏板新型的。付款完成。刚才坐的这一辆。又一架刚出发。呵呵。这个坐的人多呀。呵呵。啊，不坐了。这个景区啊不算大呀，一两个小时啊就能转完。爱在门源，行，周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吧。